When you see. Hadouken! ¡Suscríbete 可恶，这只眼睛竟然！哼，今天算你们走运，下次再好好的陪你们玩。别想逃，就让你们亲身体验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。 Hadouken! Hadouken! Long， 我一定会找到你。 象征城市暗面的地下帮派，我们先去会一会。这，可先生。
先生，快看那里，有坏人在勒索寿司店的老板。街头恶霸，哼，正愁找不到地下帮派的踪迹，他们说不定是突破口。面对此等邪恶的行为，正义的忍者绝不能放人不管。那些坏家伙们逃跑了，让我们乘胜追击，直捣他们的巢穴吧。不要大意，接下来遇到的敌人应该会变得危险起来。刚才被我们赶走的坏家伙们逃进了前面这座建筑，我们进去调查一下究竟吧。肯马斯特斯，红莲格斗王，该死，居然把这样的人引到了组织的生产基地。我就知道地下帮派的成员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渣子，看来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但在撤退之前，我想给这些虚伪的满口正义的家伙留下一点深刻的教训。 Stinger刚才只是小小的警告，再继续追，你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果受伤或者死亡能吓倒我，我就不会踏上成为真正格斗家的这条路了。就是就是，注定要成为最强忍者的本姑娘还没有尽全力呢，我们追。追到这里，你们一定是做好死亡的觉悟了吧？为了表示对维嘉大人无上的敬意，你们在死亡前会感受到极致的痛苦。还是用拳头来说话吧，我对维嘉那个家伙可是一点敬意也没有。你们这些可能威胁到维嘉大人伟大计划的家伙们，必将被我送入地狱里忏悔。 Stinger你已经输了，口出狂言的家伙，你想要实现的邪恶计划就要到此为止了。哼，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维嘉大人的深谋远虑不是你们这些凡人能够想象的，还有无数的生产基地正在暗处生产着战争兵器，不朽帝国的建立就在眼前了。别做梦了，世界各地的格斗家们正在奋起反击，生产基地必将被全部摧毁。
机械克隆体，拥有着等同于格斗家的身体素质和战。如果学会了协同作战，比在他们研发出相关的技术以前，冲冲冲！是时候展现顶级忍者的疾风。不能打架的日子真是无聊，好想跟格斗家火热的交手啊。毒药说过的强大对手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喂，你就是地下帮派的首领吗？地下帮派的首领？别开玩笑了，我只对纯粹的格斗感兴趣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毒药说过的强大对手，出手吧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。真是酣畅淋漓的战斗，我感受到了一名格斗家对格斗最纯粹的热爱。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战斗，也许我应该加入你们，和更多的格斗家们进行战斗。那可太棒了，优秀的同伴会帮助我们在格斗之路上走得更远，欢迎你的加入。想要即时获取最新的游戏消息，只需要点赞专页，在 Following 里选择 Cetus， 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任何的资讯啦。